假设，哦，啊，佫会先造成讲，咱这主事律师，这是影响到咱宪法啊，咱渔民的生命啊，佮财产的问题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安全性真正咱来考量，啊嘛，非常感谢咱渔业署啦，吼、哦，真正爱佮拍火啊，侪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县政府吼，县长嘛足关心吼，所以讲水利处吼，所以讲因的配合度也足高，照我都短短一冬嘞，所以。去年是几个经费落来，今年虽一定金额落来，咱可能就会当哦，看到一个真好的环境。啊，只是讲恁阿爸咧，咱嘛继续搁努力搁争取哦，其他啊，咱地方啊，迫切需要的这个物件，哦，阮会搁努力啦，吼、哦。好，以上谢谢。乡长，拍手拍手。啊，宜宁县政府的副水利处副处长，那。还有设计公司，设计师哈、哦，那从前年、哦、有这样关心这个案子，业主也很重视哈、哦，那也同意营运建筑来进行规划设计，那现在初步已经规划出来的，好、哦，那未来的经费依照他经费，我们也沿着同意的再试做，那。这个我们赶快跟宜宁县政府来，赶快完成一个行政程序，来赶快办花包。那就像委员所讲的哈、啊，那希望赶快花包以后工程顺利进行，明年就不一样的处理。那让各位渔民朋友哈、啊，能有安全的家。好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管经理。我一位调机关哦，我在你讲哦。做关心嘞。整个海岸线吼，因为过来尽量会当，云林县的目标就是朝天宫啦吼。我希望吼，游客吼，要来水南，要来考湖啦吼。但是这要来带动观光客吼，当然爱环境爱改善啦吼。真感谢委员吼，第一步吼，已经帮我处理好了吼。但是当然不要真济啦吼，要来带动观光吼。这我会来规划啦吼，而且吼，啊嘛爱麻烦吼，乡亲爱大力的配合啦吼，而且吼，搁一摆感谢你们是委员吼，还有叶树吼，县政府，船长吼，代表，啊，所有咧关心的人，咱共同吼，祝福这摆工程吼，会当顺利来进行。哦，让我改善环境哦，啊，不然人起来也好，啊，你大家或者遮水安尼，哦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所以未来，哦，那咱靠公所需要配合的，咱一定全力哦配合，啊嘛要拜托委员啦吼，啊，咱副议长吼，啊，中央管务吼，啊，即大家共同啦来帮忙靠我啦。吼、哦，啊嘛，咱地方坐吼，咱代表船长，大家一定会全力来配合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内身吼，咱船长的秘书啦，吼、哦、嘛非常的关心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总共一句吼，啊，咱有这个责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来帮忙咱地方吼的民众来解决一寡问题。啊，未来呐，吼、哦，咱啊文水委员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副议长这边，甚至是管府中央公所一定全力来配合，希望恁来帮忙靠后用吼。打造一个更加好的环境啦！啊，今仔欢迎大家，哦，啊嘛感谢大家，多谢。哦，迄个钓鹅机啊无？为这条这规个景色甲变15米，哦，啊则这个小姐徛这个位置遮，要做一个平台，钓鹅的平台。啊，你来看咱头前这荷兰这条无？这荷兰遮，哦，后边这荷兰遮规个吼，规个这个拢拍起来，这个景，哦。个顶着，好、哦，那你差不多这个位置图。这样。嘿，就那个钓鹅机那，嘿，遐原底8米，今嘛变15米。好、哦，啊，你咱这个宽度、啊、这个宽度嘿，转角这来做一个设计一个钓鹅的平台。这里。嘿，啊，才我们前面这个这条这个都破掉，这个整个整理起来。哎、哦，再来这样，好。